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腰肌结节的盛行率是 7.38%， 大约每一千人有73位有腰肌结节，其中较严重的乳胶性结节大约占了1%到1.5%。基美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师李高汉强调，六角形的结节甲一般腰肌结节比较起来，每一件手术都处理清气并无容易，因此基美病院利用双镜联合取角手术。复杂性的肾结石，我们处理的方式大概主要还是以这个经皮肾脏造瘘的碎石手术为主啊。那这个方式处理是可以把大部分的结石很拿干净，可是很多病人因为这个结石太复杂了，所以一次手术完。手术之后残存的结石还是有可能会造成病人后续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治疗，也有可能再做第二次的经皮肾脏碎石手术，那或者是说后续要做一些体外震波啦，还是内视镜的碎石手术，那对于病人的生活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目前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所谓的这个双镜联合。什么叫双镜联合？它指的就是用这个经皮肾脏造瘘的碎石这个镜子，那同时合并做一个内视镜逆行性的肾脏内的碎石手术，那上下一起做。那这样子一起做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同一次手术中就有可能可以把一次性把这个很复杂的结石一次把它拿干净。那病人一次拿干净，对病人的负担，那病人之后的生活品质也会改善很多。病人后续他就比较没那么多的困扰，后续还是需要说做体外震波还是内视镜手术啊，机会会比较小。医师表示，大部分的六角形腰肌结节的病人，常常无任何的竞争，大部分拢是因为泌尿道感染。无痛性的血尿，腰肌功能不良被意外来发现。如果长期脱掉的无治疗，会造成腰肌的水肿，甚至萎缩、败血症、甲死亡等。因此，结节的治疗除了正常的治疗，重要的也要保护腰肌的功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